第一场正好带来演员胡歌的独家专访，分享他对手表的搭配技巧以及他近期的动向，并且在这个不一样的特殊时期，他对人生又有了什么新的感悟。第一时尚精彩马上带来。他是《仙剑奇侠传》中侠肝义胆、古灵精怪的李逍遥，他是《伪装者》中风流倜傥、智勇双全的明台，他还是《琅琊榜》中有着赤子之心和惊世谋略的梅长苏。他抹过微云，也折过荆棘，他就是不管身在何处，心永远都与地平线齐平的演员胡歌。第一时尚带你看看演员胡歌的手表搭配品味，以及对时间的理解，再听听胡歌对20年后的生活畅想。第一时尚的观众大家好，我是胡歌。低调内敛，简洁不简单。那对于我来说，可能我经常会有对于时间、对于宇宙的一些所谓的畅想吧，所以时间作为一个很虚幻的概念，那我觉得似乎可以通过手表来跟时间这个虚幻的概念产生一个连接啊。正在准备繁花，马上要开机了，最近我经常吃那个凉拌豆腐，各种皮蛋拌豆腐、小葱拌豆腐，我觉得谁都会做，特别简单，在一个乡间的小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对我来说，这年更加让我认识到，其实生命是无常的。首先要认识到这一点，然后要学会面对、可接受生命的无常，珍惜当下，然后珍惜身边的人，用更平常的心态、更乐观的心态，去面对未知的下一刻。